我不跳舞了。啊？我不跳舞了，太厉害了。呀。波波跳出来的东西，完全这个音乐是从他骨头里面出来的，他不会太在意超级大招，他完全是听音乐，每一个音乐每一层每一个轨道他可以让你听得出来，这是他最厉害，我很就也是五体投地的一点。那波波的每次的表现都非常的震惊，他可以是很放松的把那些招都用在音效上卡上，对，碰到这他是。除了可以连续好几弯赢下来以外，体力很好。这么有经验那个舞者，我感觉吧，体力上两弯应该可能就是会感觉到体力会慢慢下降，没有让你感觉到一点点体力上的问题。太厉害，姑姑。Don't say so much。好的，首先布布在这一场赢了对面六位选手，每人一次，所以抢七成功，恭喜布布晋级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所剩的时间就是8分35秒。李玉龙，请注意现在的顺序。现在先出场的是杨凯、小宝、腾仔、苏恋雅、公孙无名、大婷。好紧张。波波赢了7-3之后，给了我一种那种今天必须要赢的那种感觉，一定要赢，不能输，今天必须赢。Alon, you ready? OK.Drop the beat. Let's go, B-Boy Kevin! 计时开始。
Three, two, one.